看这个蛋想要当什么。What do you want to be in the rainbow?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Okay. 哦，荷包蛋，这个想当荷包蛋。Hello, 大家早安。那我们将做什么呢？Make coffee and breakfast. 伊言有一个他非常引以为傲的 coffee recipe. 没有那么引，只是好玩而已。对。我们有这个面包 peanut butter， 特别从加拿大带过来。这个日本没有，我很伤心。那时候我搬来的时候找不到 crunchy peanut butter。Yeah, Nutella 。先做什么比较好？平常都先做什么？吐司可以最后弄。好。先弄蛋好了。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Go！ 好，加油！好的，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蛋呢？我也不知道，打下去才知道。哎，这个先关起来。通常是看锅子想煮什么蛋，就煮什么蛋。然后锅子有一种个性，每一个蛋也有自己的个性。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今天要吃 sunny side 还是荷包蛋还是 scramble 的吗 ？It's like fate.Right. 看这颗蛋想要当什么？那你问一下他。What do you want to be? Good. 对。What do you want to be? 我这颗可能真的想要当个包蛋。好，加加盐。喂，好的，谢谢。哦，嘿。为什么他不让我开啊？用打的。哦，这样很多。我们要不要同时间弄一下我们的吐司啊？这个吐司真的蛮好吃的，它好像是丹麦，你有看到吗？那个纹路，那个细致的纹路哈。Your fate. My fate. Your fate is about to be decided. OK. 哦，荷包蛋，这个想当荷包蛋。我的蛋会变成什么蛋呢？我觉得它应该变成 scramble。OK， 好，看他的命运。哦，今天有两颗荷包蛋，好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我听不懂。是你要做一件事，你要先有好的工具。哇。哦，漂亮。Perfecto！ 我今天的蛋很棒，对吗？称赞，称赞，称赞。好。现在来烤吐司，吸收了刚那个，来走走，吸收了刚那个鸡蛋的香气与精华。谢谢哦。哇，原来是已经焦掉的部分。哦哦哦，大厨大厨来喽。哇。来喽，五六七。因为我们昨天有收到那个 plain 的 mochi， 所以我们今天打算把它煎一煎。你这样子它会难过啦。而且 mochi 是可以煎的吗？不知道，把它当成年糕好了。Yeah， 年糕，然后好像就可以吃了耶。Yeah。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来 make coffee。今天用的是最简单的 coffee making equipment. We want to fold the coffee filter and put it in the drip coffee thing here. 我觉得这个 filter 都有纸的味道，所以需要先洗 filter。其实我都一直在公司弄咖啡，没有在家里弄咖啡，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怎么样。再来，我们要 grind the coffee beans， 等一下要倒掉。你可以帮我倒吗？可以。下个礼拜就要回去加拿大，所以我的 beans 已经快没有了。哦，好香哦！耶、yeah. ！Grind the beans。把它拿近一点。哦，好香哦 ！Yes。唱歌吗？我们就先倒一点点水，上面让它 bloom 一下。什么是 bloom？ It oxidizes the coffee particles. I wish I had a gooseneck.
No, it doesn't work. One cycle. No. Oh, there we go. Okay, the right angle.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Oh, 好可爱哦。Yeah.好的，我们现在来开始吃早餐。你的好吃吗？完吉，我吃一口。嗯，来。嗯，好啊，去吃蛋。不错，不错。啊，我煎的嘞。嗯，太熟了哦，有哦，有蛋黄跑出来，很棒 ，Cheers！ Hi guys， 大家早安，对对对，对不起。害羞。Oh really really。